光辉温度，生活态度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CK 访谈，我是 Kevin。 今天我们来看一套小户型，很适合退休的老夫妻，当然也很适合刚刚开始人生新旅程的小夫妻。这个房子有1层楼，有3个卧室，2个洗手间，1个办公室，室内使用面积是1743平方英尺，起始价格为44.5万美元。进门之后，前方是弧形的转角，在小户型的房子中非常常见的做法。来到公共区间，空间安排依次为厨房、餐厅和客厅。右侧一个走廊，走进去之后右侧是一个卧室。墙上的装饰是海洋风。中间一个全套洗手间。另一侧的卧室，墙上有独角兽，还有彩虹，这是女孩子房间中装饰最常用的元素。向前方走，右手边是一个书房，也可以作为房子的第4个卧室或者影音室。走廊另一侧是主卧洗手间。从走廊尽头的门出来是一个带顶露台。这个户型整体空间安排合理，对于小家庭来讲是足够了，因为是小户型，价位相对也更友好一些。如果您有更大的预算，也可以关注我们频道，我们未来几期会相继推出几套70万到100万的房子，敬请期待。好了，这个房子看完了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欢迎联系我们团队。光辉有温度，生活有态度。这里 CK 方谈，我是 Kevin， 咱们下期视频见。